夏至，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。这一天，北半球的白昼时间为全年最长。这一天，上半年结束，下半年开始。极致的热烈，磅礴的力量。自然万物在夏至，有理由骄傲，也有理由快乐。再没有哪个时节会像夏至这样，如此舒展，丰富生长。无论此前经历过什么，当这一刻真正来临，丰饶与赤情，雀跃与昂扬，都不再躲藏。这是壮大的最好时光。生命总要在一些时刻尽情绽放，哪怕有点任性也是好的。梦想总会有一些机缘不期而至，哪怕喜悦迟到也是喜悦。但夏至的特别远不止于此。这一天之后，白天开始变短，夜晚开始变长，于是天地万物也会在日出日落中品味时间的流逝，生命的短暂。那么就让陪伴更久些，或者让眼前的爱好好醇厚。Thank you.